这里是湖北宜昌，我钓鱼的地方。中间那是我的钓位，旁边是我的钓友。都说天黑芦花，他人心复杂。哎嘿。我下来的时候，一切就像没发生过。头型挺个性的。我的鱼护被人拽过了。今天没起来床。我的台子被人踩的都是脚印，鱼饵丢了一半。我这么爱干净的人。还好鱼还在。这蝴蝶什么鬼？还是你比较诚实，还原了案发现场。